那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把这个AR 的恐龙园区做得更好。另外跟大家报告，这个9月18、19号这两天，因为这个恐龙园区正在进行科技升级相关，所以它是一个关园的状态，关闭的状态。但那两天因为也不是假日哦，所以9月18号跟9月19号请大家这个可以不用到潮进来。那我们未来也会把这个周遭的交围计划转运停车会把它继续的努力跟海科馆共好把它做得更好。我这边也呼吁海科馆希望跟基隆市政府更积极的能够做一些配合这样子的话可以把那个环境弄得更好。